积极镇广圣宫日前举行东纬系照见祈福活动，邀请镇内各地庙宇共同参加，镇内锣鼓喧天，镇头热热闹闹登场。武昌宫在921大地震后倒塌重建，现在是积极镇观光景点之一，因此也是这次照见祈福的重点庙宇。武昌宫主委陈永琪表示，希望借由绕境活动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广圣宫天上圣庙，人说的东尾戏来这个绕境，像出动的人超过几千个，我们广圣宫的圣庙来带队，我们各寺庙团来给他斗三工，受到我们全省所有的先进大德，我们底下讲，二九日地震了后咧，全省这个各宫寺庙团拢来甲伊这个参香，来甲伊挂香。所以讲，咱武昌宫是咱集集目前是一个地方的观光庙。县议员陈昭玉表示，广圣宫选择这一天良辰吉日，带领各宫庙绕境。看到各宫庙通力合作，举办绕境祈福活动，希望在神明保佑下，民众身体健康，地方物产丰收。今日是咱一座广圣宫带领咱一座国宫庙伫只绕境的好日子，咱看到咱国宫庙大家通力合作，是咱一座每一个角落，咱希望讲会当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伫众神像的保佑之下，大家拢会当农民各方面拢会当大丰收。广圣宫日前联合镇内各宫庙一起办理绕境祈福活动，并到镇内著名的921震后景点武昌宫交流参香。县议员陈昭玉肯定各宫庙通力合作，希望透过绕境活动祈求国泰民安、五谷丰收。记者廖玉莹积极镇采访报道。